一个早就被陈家放弃的九龙，也妄想娶我姐姐，还是你跟他摆配。而我呢，是嫁给大少爷的，他才是首富陈家未来真正的继承。我已经替你嫁了过来，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克扣我的医药费，等你顺利完成结婚再说吧。现在新郎都不知道在哪。 还以为你欲家里抓回去结婚，不来参加今天的比赛了呢。儿子，今天是你的婚礼，你就听妈一次，回来好不好？妈，我不想结婚，你赶紧随便找个人把他打发了。儿子，你再考虑考虑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我不可能和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结婚。算了，妈，我挂了啊。 真不回去看看，万一嫂子是个国色天香的大美女呢？一个因为金钱嫁过来的女人，有再好的皮囊怎么？我倒是好奇，以后什么样的女人才能降服你？哎，你们是来比赛的还是聊八卦的？美女，你走错地方了吗？我们这是环山越野赛，可不是婚礼现场。谁说新娘子就不能赛车了？哟，逃婚来赛车啊？我很欣赏你。去，给他一个参赛名额。陈少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这都开赛了，怎么能加人呢？我他妈就是规矩。去。是。他就是我未来的丈夫陈默。 挺好说话，也没有安学生的那么不堪。不必了，听说只要能在赛道上赢你，就可以跟你提一个要求。只要你能赢我，你说什么，做什么。为了妈妈的医药费，今天我必须带她回去完婚。好，我先挑战你，美女。 陈少可是蝉联三届世界 WRC 锦标赛的冠军，奖金拿到手软，你确定要跟他比？怎么，不敢？好，去给他挑辆好车。得嘞，不用麻烦了，用我那辆就好。行，陪你玩玩。 来了！哎，怎么是这辆破车先冲线啊？愿赌服输，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跟我回去，结婚。 你是安家派来联姻的？是。又是一个刻意为了钱接近你，我不回去。
陈少亲口答应的赌约，难道要当了这么多人的面出我房？你好面子啊，马哥！有危险！走吧，老公。 我听说安家千金是出了名的性子软，不会带不回来人，还被咱儿子给欺负了吧？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，好，好。听说我只答应跟你们在，答应跟你结婚。 看我妈也没用，告诉你，只要我不点头，别想加入陈家。那个，哎妈，找车把这个什么安小姐送回去。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快拿出来！儿子，妈帮你啊，把证都给领了，她现在可是你媳妇呀，已经把结婚证给领了。我。 妈，赶紧睡美容觉了哈！你们小两口啊，好好培养培养感情哈。哎，妈，儿子，那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，你总不会一辈子不娶妻啊？爸妈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也知情啊？哎呀，我还有事要处理啊，我先走了。爸。你有个局，来不来？美女如云。 莫哥，你还在吗？听说你结婚了，不会是嫂子在边上，不让你出来吧？小贫嘴，行婚而已，想用一张破纸困住我，门都没有。莫哥威武，我爱你的喜好，叫了好几个美女，别迟到啊！好啊，地址发给我。 呀，什么时候来的？从你说行婚的时候，沈墨，我们既然结婚了，就好好过日子。停停停停停！我直说吧，你在我这里呢，除了一些物质条件和一个陈太太的头衔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如果接受不了想离婚呢，随时欢迎。 哎，果然是为了钱。安锦，你跟你那没用的妈一样，管不了自己的男人。哦，对。 像他这种花花公子，你怎么能驾驭得了呢？你发什么疯？好姐姐，我真是要谢谢你替我嫁过去。明天新闻头条就是陈家二少爷新婚第二天在会所花天酒地。姐姐，明天你就会成为全省的笑柄了。
妈，您的一生都被这段婚姻给毁了，我绝不会步您的后尘。哎，莫哥，听说你在金融界投资赚了不少啊，有空带带兄弟们。随便玩玩，我请。莫哥大气，莫哥大气。莫哥，这新婚燕尔的，嫂子真放心你一个人出来玩啊。莫哥，这叫万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左右呢？哎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这外面的女人怎么能跟家里的老婆相提并论呢？那莫哥，我陪你喝酒，你老婆不会生气吧？我们和我们的，提她干什么？扫兴。是吗？楼上被鬼火包了，不能进。是吗？有事儿？我来带我老公回家。想拴住我，那也得拿出点本事来。好啊，正好我也想了解一下你平时的喜好，不介意我留下。随你。原来是个啤酒妹，怕什么？只要是咱们莫哥喜欢，就是把你带回家，到他老婆面前，他老婆还得端茶递水伺候你呢。这样吗？喂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？嗨，你一个意思。不过咱们莫哥也不是这种人，肯定得先离了婚再跟你好啊。离婚？莫哥那么多前女友，从名媛千金到明星模特，应有尽有。就算离了婚，你也排不上号。这么多？美女，别想着莫哥了，要不考虑考虑我？来都来了，这么早回去多扫兴。美女说的对，来都来了，不如给大家跳一段，跳完我告诉你一个莫哥的秘密。好啊，我很好奇呢。玩够了就赶紧回去，他都用图谋不给看不出来，真打算跳吗？你都能在这消遣，我为什么不能跳？除非你跟我回去，我跳给你一个人看。莫哥，这妞够了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就追了。别跳了，老公，我还准备了一支鱼，你是想在这里看我跳，还是想？还没有人敢威胁我。现在有了，给我准备一套他这样的衣服。还不快去！你还有一分钟时间考虑。30秒。跳一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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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你回家。你们玩，当我付了。
老公，你先在外面等我，我有点事情要处理。今天我在洗手间门口听到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，你们说，要是沉默听到了，会怎么？沉默装什么装啊？要不是有几个臭钱，真当老子愿意喊他来？忍着点吧，咱们哪次消费聚会不是十几万？没了这提款机，你过得惯清汤寡水的日子吗？呸！有钱了不起啊！你们一边吃他的喝他的，一边背地里编排他，谁给你们的脸？再让我发现你们带沉默出来鬼混，我可不敢保证这段录音会落到谁手上。爸，学校对王家的投资。他觊觎了不该觊觎的东西。哦，我们回家吧。不准在别的男人面前跳舞。吃醋了？你小子自作多情！我告诉你啊，你毕竟是我的妻子，我只是不想闹得太难看。不跳舞也可以，只要你不去那种地方。我怎么有机会在别人面前跳舞？小危险。不，是夫妻间的友好协商。既然是夫妻，那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夫妻该做的事儿？老公，我还没准备好，妈妈给你安排了去公司实习，你还是多想想这些事情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放开！儿媳妇这么强势，这不太好吧？守住性子也好，我老了。陈轩虽然是我们收养的，但始终还是个坏人。我们陈家公司啊，还得要交给阿木，我才放心呢。我担心阿木还没放下那件事儿，他这几年什么状态你也看到了，现在就把公司交给他管理，会不会太着急了？让他媳妇操心去，我们呢，也是时候过退休生了。我结婚了，他和你有点像，充满活力，又有一点霸道，但是没有你听话懂事。三年，我很想你。喂，老公，你去哪了？别忘了，今天还要去公司报道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如果你实在不喜欢去工作，那咱们不去了，大不了以后我养你。我没事。你先去公司吧，我待会儿去吧。不许放我鸽子，否则……知道了。静静，我听说你爸逼你嫁给了陈家那个顽固，你怎么样了？妈不治了，咱回家好不好？妈，怎么能说不治就不治呢？我老公他对我很好，你不要听信外面那些传言。都怪妈这身体不争气，三年前如果没有妈拖累，你早就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妈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我老公他真的很好，等下次我带他去见您就知道了。好，好。老哥你来了，爸妈让我们先来实习，从基层做起。咱们？对啊，我会一直跟着你的。
那就谢谢老婆了。安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安雪，我来陪我老公工作。工作？谁不知道他沉默是个游手好闲的废物？我们陈氏集团一直都是由我轩哥哥管理，我看你是来勾引轩哥哥的吧？一个有夫之妇，你不知检点。那你又是干嘛来的？我当然是来陪轩哥哥联络感情，我马上就是陈氏集团的女主人。你就等着被我踩在脚底下了。谁让你老公不争气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谢谢。轩哥哥，你别理他，他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捞女。是吗？我是沉默的妻子。原来是弟妹啊。大哥最近出差，没能参加你和阿莫的婚礼，真是抱歉。这样，我在上面为你们准备了新婚礼物，就在上面，我带你去拿。哎，轩哥哥，我呢？你没长眼睛啊？我是陈氏集团的女主人。抱歉，轩总没说让您进去。安静，静静，我可以这么叫你吧？你不用惊讶，我知道你是代替安雪来嫁给我那个弟弟的。不过，实在是可惜了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能干什么？不过是想和我们的家庭新成员交流一下感情。沉默不会来的。自从他的前女友去世之后，他就成了一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跟着这么一个心里有别人的废物有什么前途啊？不如考虑考虑我。这臭小子渔网以各种借口跑了，今天他会来吗？他赶不来。哎呀，那狠，考虑考虑我。大哥自重。无神，哪一点比我好？我辛辛苦苦在陈氏工作了那么多年，就算我不是亲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就是老头子凭什么要把公司给你个纨绔？你冷静点。看吧，这才几天，你也想着呢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门我锁了，你打不开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要是沉默看到你躺在我的怀里，会是个什么感觉？把门打开，别惹我。这房子隔音，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。而且，越讲我越兴奋。隔音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了。林轩，你敢动我？叫你
别惹我，让你别惹我，让你别惹我。和大哥交流了一下拳脚，走吧，正事要紧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有空你练练，看这身子虚的，连个热尼子都打不过。赶紧往别了走，我可不想进公司就听到我妻子和我大哥的花边新闻。你这是吃醋了吗？你要小心你大哥，他刚刚董事长来了。好，好，成家立业的就是不一样。我现在宣布，程木从下个月开始正式的成为程氏集团的总经理的位置。哎，这以后两个陈总不会分不清吧？你还没看出来吗？这个小陈总啊，才是真正的继承者。要说亲生的跟收养的，就是不一样。亲爱的，这一个月跟宝总在一起。老公，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发现大哥这几年把公司经营得很好，财务报表也做得很漂亮。不过我发现了几笔不知去向的资金。说一晚上了，不腻啊？不腻啊！今天该得罪他，多了解，防止点走错。你干什么？光线太强，影响我睡觉了。这样总不影响你了吧，少爷？宣总已经跟股东们打好招呼了，不会有人同意陈默继任陈氏总裁。那些老家伙的话听听就行了。把陈默手头上的项目透露给对家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只有我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。这我明白了。放心，跟着我，我会亏待你们的。最近为什么连陈默一点花边新闻都没了？我每个月给你们50万干什么吃？你这一点事都办不好吗？老公，起床了，别忘了今天还要去谈合作呢。不去。我数到三，儿媳妇啊，妈昨晚听见你们吵架了，阿莫他没给你气受吧？你们妈妈，妈看你们最近辛苦了，给你们做了早餐。谢谢妈。不是说要去公司吗？妈，我们先走了啊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我的粥，哎，你们粥还没喝呢。哎呦，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约了环市的人晚上谈合作，文件我都整理好了，你先看看。先放着。好，那你记得看，我去给你带午饭。陈少，最近忙什么呢？
今天有个局。老公，究竟去哪儿了？在等陈默呀。关你什么事？弟妹上次没有告发我，是不是也对我有意思啊？我上次说的话是认真的，你如果有病就赶紧去治。有意思。别等了，陈默他不会来的。我不知道弟妹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，叫狗改不了吃屎。陈默他自己都放弃他自己了，你还在坚持什么呀？不如这样吧，跟着我，我保证他陈默能给的，我只会给的更。看来大哥是黔驴技穷了，几年前的照片拿出来骗人，水印都还在。而且，相信陈，既然抢不走，那就毁掉吧。王总。今天不是说谈合作的是小陈，怎么连一个如何处理的美女呀？不好意思，黄总，陈默临时有事，我是他的助理安静，今天就由我来跟大家聊一些合作的细节。哎呀，我看呀，这城市合作不成立，把陈默自己过来了，让一个小女子来跟我谈，这不是看不起我吗？只要利益够大，谁来谈合作？这样吧，今天是我陈氏领杯，我自罚三杯，向皇上赔罪。啊，看不出来，还真有人胆色啊！哎，你看，哼，哎，你看。哪有站着谈生意的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赶紧坐下来，边喝边聊。来，姑娘，来坐下坐下。哎，咱们边吃边谈，好吧？黄总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聊起合作的事情。咱们吃好喝好，再谈也不迟、啊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姑娘，咱们吃好喝好，待会儿再谈，待会儿再谈。来来来来来，来举杯。哎哎，发什么信息呀、啊？哎，我说安小姐，你喝醉了，你让我来送你回家啊！哎，来，谢谢，不要了。哎、我老公是陈默，他会来接我的。陈默，哎，你是陈默的老婆？这姓陈的居然让他老婆来应酬，换了我也做不出来呀、啊，卑鄙呀、啊！黄总，要不算了，陈默要是知道我们碰了他老婆。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哼，怎么跟自己老婆去？我说，咱们再继续再喝点。别碰我，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。哼，放过我？嘿，哎呀，要说是过去的沉默，我还真忌惮他几。现在。靠女人出头的废物，打什么电话呀？还是让我这个老公来心疼心疼你吧！别碰我！哎，你敢打我？来人呐！好了好了，陈默，你要是再不来接我，以后就别出去了。哎，在哪儿呢？
莫哥，我亲戚那边已经答应合作了。这次能和我远方合作？都是兄弟，莫哥说这个就见外，下次带嫂子一起来赛车。对。还有件事，莫哥，你大哥又给我打了100万。这事怎么打？那你就说说呗。喂，帮我办件事儿。我跟你说。姓黄的既然手脚不干净，那就废了他，别留下把柄。放心吧，莫哥，我们干这些事最在行。以后多干点正事。不是吧？这话居然是从莫哥嘴里出来的。少贫嘴。你先别动，家庭医生说你身上有很多擦伤。腿也扭到了，尽量先不要下床。我的人调查到黄氏集团的资金链不太干净，我去联系了威远国际，合同已经签了。就是那个资金比黄氏雄厚百倍，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力的威远国际。太好了，我看以后他们还怎么说我老公是废物。对不起，就一句对不起。另外一只，嗯，舒服。要不是看在你受伤的份上，用点力，行不行啊你？行不行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我困了，要睡觉。晚了。哎，我是病号。行，我真是欠你的。就为了这么一件事儿，你取消了跟黄氏的合作，还让爸把我踢出了副总经理的位子。大哥，这么多年，我以为你已经明白，我不要的，你才能拿。你才是人真命好。你老婆她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？她知道你的心里还装着其他的女人。大哥，你呢？老婆，我要开始工作啦。臭小子，有我当年的风范，这媳妇娶得好啊。再送市中心的别墅给我儿媳妇好了。打开音乐。
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。嘿，离婚协议？你玩真的？嗯。你撕了，我可以再打印。1个月后，董事会会就你能不能成为新的总裁进行投票。你如果能争取，如果你能争取到，把字签了。签就签。儿媳妇啊，还是你这一招管用。你看这一下午，这小子上当了。爸，我是认真的。是真的，完了完了，完大了呀！哎呀，好工作。啊！爸，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些文件是怎么做的？我在公司的时候说的话你们都没有听到是吗？真服了你。你去客房睡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好孩子，你看阿磊啊，都累成那样了，你让他缓一天。这管理公司嘛，也要讲究个劳逸结合嘛。好，那听妈的。哎，老公。累了吧？别看了，喝碗鸡汤补补身子。嗯，他这么想和我离婚？不用，我不累。别看了。来人，大哥还留着一大堆烂摊子等着我收拾呢。你就别担心我了，回去休息吧。真想跟我离婚，你们离工作，离工作。安静，你别以为你老公顶替了轩哥哥的位置，就真的能胜任总裁了。我告诉你，废物永远是废物。我要看看，哭着求着我轩哥哥回来主持大局。好啊，那拭目以待。哼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了。汉家跟一些企业听说陈氏要让一个游手好闲的废物来接管集团，纷纷取消了跟集团的合作。是你和陈玄在搞鬼。韩静，陈氏总是要找玄哥哥回公司的。你样样优秀又怎样？嫁错了老公，你一辈子只能给我舔鞋。我还得谢谢你的，要不是你威胁我替嫁，我还没有这么好的老公。你。到底是我嫁错人，还是你有眼无珠？一个月后见分晓。安静，你会后悔的。为什么？
没有能力的人你就别揽这瓷器活，到时候连累我轩哥哥回来收拾烂摊子。老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是夫妻，我名下的资产当然要由你来保管。要是哪天我破产了，你还可以卷款跑路。呸呸呸！老公，我相信你，我们一定能把日子过好，让那些瞧不起你的人对你刮目相看。好。陈默，真的是你，你穿成这样我差点都没认出来。哎，哥们儿刚从国外回来，今天晚上找几个妞咱们一起聚一聚去。待会儿还有工作要谈，先不去了。天天工作多无聊，你那个合作应该跟我家老头子谈。这样，今天晚上你好好陪兄弟玩一玩，我跟我家老头子说一声，咱们直接把这合同签了不就成了？嗯，也行。那你先跟伯父说一声。好好好。喂，爸，沉默吧，就那合同那个事。啊，对对对，今天晚上。和老婆报备一声。你这是被夺舍了？你是一个月不见，成24孝好老公了、啊？喂，爸，去不去？哎，去去去去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国外的妞，就是没有国内的得劲儿。给陈默送饭呢，有事啊？我真好奇啊，你一番真心被辜负的下场。不劳大哥担心。还我！真期待啊，有情人反目成仇的戏码。莫呢？儿媳妇啊，要不你先睡吧，等阿莫回来了，妈替你叫醒他哈。妈，你们先睡吧，我不困。你放心，阿莫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妈知道，他心里很喜欢你，就算为了你，他也不会在外面乱来的，哈。你就是小陈总家里那黄脸婆，是啊，是我。这不也不怎么样吗？我儿子已经结婚了，他心里只有我儿媳妇一个人，我们陈家不欢迎你。老婆。哎，哎呀，怎么醉成这个样子？谢谢你送我老公回来。深更半夜，你老公被一个前凸后翘的美女送回来，你现在一点都不生气？小姑娘，我看你条件不错，明明可以嫁个好人，为什么非要拆散别人的婚宴？爸，事情怎么样？等陈默清醒再说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们先去睡。当心身体。你慢点，还不快走！
等醒过来再收拾。不生气，不生气。0523，不是他生日。是我生日，我也没告诉过他呀。他怎么会知道？还我！感谢。要不你跟儿子说吧。还是你说吧。哦，行了。行了。啊。爸妈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他呢？儿子，先喝口醒酒汤再说吧啊！来，妈，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呀！儿子，你先别着急，你想想，你昨天是怎么回来的？我老婆呢？我以为你又要和我离婚。昨晚是怎么想的？什么？没什么。爸妈，你们还没告诉他吗？儿子，这些年你的新闻都是你大哥搞出来的，还有那些把你带坏的人也是他特意安排的，就是为了把你养废，来继承我们陈家的家业。咱们家能娶到静静啊，真是祖坟冒青烟了，要不然我们还被闷在鼓里。没想到养了20多年竟养了一条毒蛇。没事儿子，爸妈已经把他安排到他该去的地方了，我们陈家的钱他一分也别想拿到。哎呀啊，姐夫怎么不接住人家，好疼啊。哦，你知道我是你姐夫还往我怀里倒啊？哎，意外。姐夫，姐夫你能扶我一把吗？这不是能自己起来吗？姐夫，哎，听说你升任了陈氏集团的总裁，恭喜。哦，还有事吗？姐夫，安静她就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她根本配不上你。谁配得上我？你吗？姐夫，我告诉你个安静的秘密，3年前她跟人私奔过，还闹出过丑闻。姐夫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她在上学的时候就网恋过。两人还商量的私奔啊，说不定，哼，他早就不是清白之身了，他根本就不配做陈家少夫人。网恋？是啊，陈默，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从始至终都喜欢你。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动脚。其实应该是我嫁给你的，是安静他设计替我嫁给你，我们本来就是一对。陈默，再说吧，我还有急事儿。
陈默，我等你。果然是穷惯了，喝什么便宜货呢？哎，你，对，就是你，去重新采购一台咖啡机。我要喝水。陈轩已经不在了，谁给你的胆子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哼，安静，我呢马上就要代替你成为总裁，要怪就怪你自己，嫁进来这么久，连自己老公心都沉。哎，干嘛？没发烧啊？这大白天的做什么梦？安静，你就嫉妒吧。从小到大，我所有的东西，只要是我想要，我都能抢过来，这次也不例外啊。抢得走的都是贱人，不信呀？抢不走的。安静，你别嘴硬，别跟你那没用的妈一样，我迟早也会把你赶出陈家。一个字一巴掌。你在骂？安静，我看你能得意多久。就是拿你前面的纸皮告诉陈默。怎么啦？在公司谁敢让你受气啊？没什么，家里的事。对了，你今天见过安雪没？就是我那个金妹，在楼下撞见的。她和你说什么了？她说你之前网恋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你很在意。我曾经呢，喜欢上了一个女孩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都互相陪伴了彼此很久。他说他妈妈重病，后妈对他也不好，我们约好了在南大门口见面。我答应过要带他离开这里，但是你是他吗？小雪，我妈妈病情恶化，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，急需手术费。你可以帮我联系爸爸吗？我打不通他的电话。行啊，爸爸在陈家谈生意，现在去找他还来得及。去吧。好，谢谢。傻子，爸爸早就出差了，你找不到他才怪。你最好真的被车撞死。原来是这样，不会放过他。那时候我以为你后悔了，就没再加你回来。再后来我勤工俭学，一边挣钱给妈妈治病，一边攒学费，也没空想这些。对不起，要是我能早一点发现。你不用跟我道歉，我们现在也很好啊。我会让安雪后悔对你所做的一切。放话出去，安雪得罪了我，谁要是再敢和安家合作，就是跟我陈默作对。老公，你现在越来越像个霸总了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，见你第一面就喜欢。真巧，我也是。